如果你把拆迁款给儿子买婚房，爸爸你真绝情，一次又一次的偏心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那你就会失去女儿，关卡名称继承遗产。活了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老父亲获得拆迁款100万，可是没想到，王先生，您已经时日不多了。他竟然被下达了病危通知，而且治疗费需要150万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是留些钱给孩子吧。他想把拆迁款留给孩子，他有一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儿子。点击左边的怀表。老婆，我马上就要来见你了。原来他老婆去世了，于是爸爸把儿子和女儿叫了回来。爸，爸，爸爸身体还好吧？好久没来看你了。儿子带了一篮水果，新鲜的水果，特意给你买的。他手上还带着父亲送给他的手链，这是我小时候您送我的，我一直舍不得摘。点击他的手机，发现他想结婚，但如果没有婚房，女方父母不同意。他们家已经在催婚了。看来儿子很需要这笔钱，镜框都断了还不舍得换。为了婚房。年上还能用，这儿子混得好像挺惨的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女儿回来了，她给爸爸带了保健品。这是给您买的补品，老贵了。还带了一个儿子，下半年想给他报个好点的幼儿园。这女儿更惨，衣服补成这样还不换。昨天又被房东赶出来了，搬家弄破的，手都干粗活干变形了。为了弟弟，没读多少书，只能干体力活。爸，为了咱家的香火，拆迁款一定要给我。小时候我已经让过一次弟弟了，这次您还要偏心吗？男孩比较会赚钱，那这次选择给女儿。爸，你这样选择，我一辈子都别想结婚了。完了，儿子一辈子不想结婚了。儿子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先把手捧花往后一扔，嘿嘿，下次轮到我结婚，就骗走一个假老公。那再打电话叫姐妹来，喂喂喂，姐妹们来帮忙。又拐走了三个老公，帮小美找到老公，那把酒给他们喝。我老公千杯不倒。你们都挺能喝呀，那你们锻炼如何？我老公力大无比，还都是猛男呢。那看一下你们的腹肌。哦，我老公身材最棒，留下的还是真猛男呀。所以你们相信光吗？我老公是迪迦粉丝，有两个是假粉啊。把音乐打开。我老公能歌善舞，你这老公什么都会呀。那要是你结婚带娃呢？我老公不介意我带孩二婚。啊，留了留了留了，离谱啊，还有四个人不介意。那把新娘裙子掀开，这么多腿毛，就问你们顶不顶得住。我老公说我毛毛多最可爱了。老婆你最棒了。哇塞，还真的是好老公。吃不下了，面条和辣条是绝配哦。面条就该拌着辣条吃。太干了。太干了吗？那把洗手间打开，弄点纯天然的矿泉水给你喝。这下不干了。没有味道，白馒头肯定没有味道啊。看一下冰箱有什么。哦，配一下老干爹吧。馒头就得配这个，有点腥。有点腥啊，那要配酸奶就不会了。这下好多了。盘子你也吃掉啊。太臭了，吃不下。这样啊，那就用榴莲以臭攻臭吧。这味道还真就那个上头。肚子有点痛，那就去洗手间呗。哎呦，这下好多了。有点腻，吃不下去。那么多肯定吃不下呀。看一下购物车有什么。哦，汉堡肯定要配可乐呀。肚子好胀啊。这下完犊子了，孙子看上了鬼火摩托，不能让他成为黄毛鬼火少年，不然这辈子就玩完了。那必须假装很穷啊。房子漏风才2块，世界名画也不能要了，把名画藏起来。名贵的吊灯也要换成破烂的。看到这个灯，感觉我的青春回来了。超市距望远镜也不能被发现，赏月的爱好也戒了。美女佣人也只能解雇了，把她解雇了。这金桶也不能要了，泡脚的水别浪费了，还可以洗碗。自己也要变得寒酸呀，貂皮睡衣脱下来感觉好冷啊。对了，地板也拆了吧，换个地板，有一种野炊的感觉。然后豪华大餐也不吃了，换成白菜，减肥期整点零卡的。金桌子也不要了，三只脚的桌子也能用。一冰箱的毛子也卖了。我大孙子待会别把我冰箱顺走了。爷爷去洗碗装惨吧，老了还得洗碗。这老鼠也不能镶金边了。 No， 不能换啊。那老鼠你自己进去拿吧，把你金装也卖了吧。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现在这么惨了，没钱给你买鬼火了。进来吧乖孙。你怎么一点钱都没有？没有鬼火我还怎么守护我的公主？如果把钱给老公，美女有空吗？他就跑去拈花惹草了。
这也太过分了，所以不能给他钱，直接把他扔出去，再把窗户封上。我错了，快让我进去。让女人过上幸福生活，那给女儿买点玩具，女儿也有好玩的玩具，女儿开心了，那妈妈也打扮一下，我自己也打扮打扮。这沙发这么破，咱们就换一张新的舒服的沙发。有钱了就不能吃馒头了，咱们来顿火锅大餐，做一桌好饭菜。现在还住什么破房子啊，赶紧装修一下，自己粉刷墙壁，再安排个帅哥厨师，雇一位厨师为我们做饭，以后你们的美食我包了。这怎么还有古董电视啊，肯定要换成液晶大电视啊。来个大帅哥。小美，我仰慕你好久了，以后由我照顾你们。我去，这我真没想到呀。那还有啥需要装修的呢？哦，地板也修一下，重新铺一下地板。对了，还有这墙上的灯泡也要换掉，给房子换个灯泡，照亮我的生活，终于过上幸福的生活了。当你没有帮蝎子精变身成功。你谁啊？我女朋友呢？宝贝，我来了，给你买了台车，快开门呀。我需要法宝变身，可我忘了把法宝留在哪个洞里，我要赶紧变回去见他。下面这个洞吧，只变回来一半，我需要我的法杖。法杖啊，是在箱子里吗？哦，把它给你。这脸我自己看着都害怕，要找回我的仙女脸确实挺吓人的，这应该是欠揍吧。小仙女巴掌脸，男朋友最喜欢我美美的长发。要长发对吧，这两个是什么玩意啊，还是选瀑布吧。专利柔顺，身体太胖可没法开跑车。太胖要咋整啊？哦，直接抽脂对吧。幽门曲线，尾巴不收起来怕误伤男友。你这尾巴有毒，这要怎么办呀，吃个快餐把它拉出来嘛。肌肤也要回到巅峰状态。你这带着一身盔甲应该用刀子割掉吧，多少有点疼，手太多了，不需要这么多手。确实手太多，那用杀虫剂杀掉呗。能说能说，穿上我的新衣服就可以出门迎接我的新车了。好，那把衣服给你呗。宝贝你好美，你这么美的腿不蹬三轮太可惜了。这就是你送我的新车是吧？想看我骑三轮车是吧？我现在就骑着车给你送医院去。这母女这么可怜，先点击海报找投资大师。是兄弟就来投机我，把钱投资他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稳赚不赔的狗狗币，兄弟了解一下吗？狗狗币看着挺可爱啊，投资他。妈耶，亏惨了，可是不投资这点钱也不够改善生活呀，有没有其他投资啊？狗狗币不喜欢，电子茅台了解一下吗？这个应该不坑了吧。兄弟好眼光，这是给你的分成。有钱了要让妻女过上幸福年，那先给妈妈换个衣服，日子太苦了，给女儿换一张床。我吃饱了，谢谢爸爸。啊，什么情况，给女儿换衣服啊？日子太苦了。那把窗帘换掉，日子太苦了。再给女儿换身好衣服，日子太苦了。这怎么不能给呢？那把这个破门换掉，日子太苦了。再给妈妈换身漂亮的衣服，日子太苦了。怎么还苦啊？那把钱给你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要给我老公打扮一下。怎么突然冒出个老公啊，女儿都吓傻了。那最后的钱给女儿吧。 No， 咋就不行呢，是用来装修地板吗？你俩还有良心吧，日子太苦了。别追了，我男神在楼顶。那你赶紧跑呀，别练了，借我用用。女人只会影响我举哑铃的速度。哦，那你就别练了，衣架也可以拿来用。别打扰我练习撞门。谁要打扰你啊，那把你的门给拆了。看你掉着眼泪，双环也给我吧。这太重了，我举不起来。你这么细，先喝红牛吧，然后杠铃借我用用先。对了，这边的弹簧也借我用用。能别抢我红缨枪吗？谁要抢你的红缨枪啊，我只是借一下。我自己变个枪也要耍。好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哥哥快救救我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你太有眼光了，我要赶紧变身救你。那给熊猫变个身吧。妈呀，小哥哥你好特别，我好喜欢。我看你是真的饿了。